哎，在地上捡到一件衣服，因为现在冬天嘛，带的衣服不够。他这个就是要瘦一下。Remember my front teeth？ 他们说是不是被谁打了？知道我们这种 street girl， 肯定是在哪里打架了？不是，是家里太穷了，很早出去读书，在学校里面不会照顾自己，用嘴啊咬那个针，咬缝那个扣子，扣子非要缝啊。要是扣子松了肯定要缝，上学嘛，又是重点学校，那一咬的话就松，是这样咬，一进去住读就那个就咬破了。这个是我妈妈和外婆最重要的，就是门牙，结果一进住读学校就咬破了，是这样。在美国治坏了，离婚以后没有钱就是这样子拔掉了啊。你看啊，我们住的地方，我们住的那个街呢，是这样子，这个街然后进去不是那个街吗？然后这个才我们这个 Circle K， 在我们 Circle K 呢只坐七号车一站就是它的 library 到了，还有 Burger King。 你看我们又在这里安营扎寨了吧，哈哈，在这儿安营扎寨，好像这个还有一个 Oriental Restaurant， 看到没有？我是因为这个兴奋，然后那些车全部兴奋起来，跑呀跑啊， excited， everybody， he's excited too， everybody's excited。